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小手。啊，原来收信就是这个任务。哦，格林机关枪哎。Ain't she a beauty? Oh, well done, Nigel. Yeah, I nicked it off the gang across town, got them all stewed, and then took it when they was asleep. Here, sir, let me show you. It's jumped. Oh, shit. Move! 不是卡住了吗？他应该会有胶水吧？哦，要把它弄开。哦，手动嘞！好像用到太热就会卡住，对，要一发一发打。啊，上面。哦，这里。哇，一群人。劫火车，翻开五节火车怎样？啊！飞你们！哇，炸药，怎么办？最好是火车这样停下来啦。
炸药箱。 枪打一站就坏了，居然还有不受到任何伤害哦，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从这开始最近的。 有了，有车。 我操！这是什么人？我的车就这样跑了。 眼馋就看到高雄市，什么高雄市啊？啊，看到宝箱吧。哦，这里是约书亚，你说你在哪里？你的猪怎么连这边都有？ 我觉得我还是开车去应该会比较快吧，婆婆都上来了，这小巷子里面感觉就不会有马车。 他跟我一样陷入地底下，他遇到跟我一样的 bug。
看来你丫想要约书亚。这时候怎么会解开资料嘞？有新的人物。不看说明书的时候，不是会不知道怎么玩吗？我都喜欢先看完说明书。哎，这路也太小了。知道你们玩世界帝国都不爱去点历史，我没有玩过世界帝国的战役。他工厂打下来，来吧。Dullness and boredom. Now head into the ring and let's spice in this place up. 摸索一下就不知道怎么玩，就知道怎么玩。我发现不小心多按防御会摧毁我自己的连击，有点可惜。老板问班是阿提拉是谁？只有我回答了出来。看，原来你会举手回答。防御力都比较强。从后面来。解决掉。糟糕，我才打到第几场，我剩下两格血。
次回来玩《世纪帝国》，你们有没有在看剧情啊？没有玩《世纪帝国》的剧情啊？觉得从后面来最阴险。糟糕，我的血越来越少了耶！几场啊，从来都不碰中世纪游戏，为什么不喜欢吗？哇哇哇哇，觉得不太妙啊，还有一站，对不对？好，新科技不会玩发明科技，发明科技打人，我要去小片解锁军事科技，完全是强迫症取向。你们在说什么啊？终于打赢了，这一战难打，我也让我升了一等，看看有什么技能可以点。玩这个吧，我六等了耶！记得六等可以，快要七等，
升级来上一下吧。那我们去这里好了。等比完这一场再回去拿保险箱。杀路人当作补弹药。异国赛与火车比赛，这么酷。好吗？对手是火车哎、欸！他追到了。看人已经觉得我疯了。就会拉人。火车要进站减速，这回事。丽丽不要走。什么丽丽不要走？对啊，对马不公平啊！然后我居然还是跑赢了。
按的手好酸啊、哦！哎，这不是我家火车吗？正好正好，我找我家火车有事。好，可以可以可以，上过去。哎，别走啊！我觉得开始动了。啊，别走！等我。For me。现在可以上来。哎，这个好，这个好。不过我要先累积钱，增加钱，算了。再比这个吧。不知道除了那个侧面视角之外，还有没有正面视角？比如说在驾驶这边，好像没有。他没有哎、欸，只能自己站在这边被烟熏，会不会扣钱啊？不会。就是专属心爱的先生，你没买票？哎，这我的火车哎、欸，怎么没买票、啊？为什么我都已经跳起来，还会有那个下火车反应？不是要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又是一个女窃贼。相对于大革命，我完成的群众任事件好少，是因为都在开车的关系。这边不会烫伤，真是 bug。哦，讲到这个，之前我去看那个老皮的影片啊，他在第一关的时候，那个热热的钢是可以踩上去的，不过我自己试的时候好像被修掉了。看吧，有车先行不懂民间疾苦。没有啊，我都是路上偷人家的车，什么热热的钢哦，就在第一集亚诺不是在工厂里面吗？第一个任务不是第一集，第一个任务他在工厂里面要去杀那个有工厂，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然后我们不是有看到荣梅吗？还有在那边敲的钢，那个热钢红红的部分可以爬上去看一下，它是可以踩短暂踩它，很不科学。